由手铃、长笛同钢琴伴住我哋呢班仔仔女女，同爹哋妈咪唱《He Is Born》，真系好有气势，好合拍啊！我直情感受到有队军乐队嚟咗大会堂报操巡游咁啊！系啊，我头先喺后台都同你哋行咗个礼。咦？点解啲爹哋走晒嘅？佢哋话妈咪俾咗条好难答嘅问题佢哋，搞到佢哋连答都唔识答，话要让个台俾妈咪问下大家。希望大家可以帮手找到答案。吓、啊，好深噶，讲嚟听下。就系边一个会舍得咧，将自己最心爱嘅儿子送俾人？点解会愿意将心肝宝贝送去受苦？究竟为咗啲乜嘢 ？Who would send a baby？ 除咗啲妈咪，仲有两位少女同我哋一齐思考呢个问题。领唱嘅黎楚林同张嘉熙，其实喺五年前已經合作過唱同一首歌，他們當時還是很小個，五年之後還有機會在聖誕音樂會合作，真的很難得啊。是啊，之後呢，合唱團還會為大家送上 Candlelight Carol、 A Celtic Silent Night 和 Were You There on That Christmas Night， 希望用優美寧靜的歌聲讓大家靜靜地思考一下真正聖誕的意義。其中《A Celtic Silent Night》仲有吳俊立哥哥為我哋嘅小提琴伴奏。好啦，我哋先靜心欣賞楚林、嘉熙同國米媽咪嘅歌聲啦。Said